今天又是同月这个有着一个比较大幅度的领先，哇，又是一个卡洛宾的安打。二垒的跑者绕过三垒回来得分，一垒的跑者上三垒，打者上二垒。今天个人又是第三支安打的出现，这怎么打怎么顺啊，完全挡不住了，完全挡不住，真的10-3。回来得分的是冯建廷，而且这个半局哦，Kong Boys还没有人出局。